随着歌曲轻快旋律，学童们跳起利落的现代舞蹈，但仔细看酷炫的舞蹈中还加上了洗手动作，这是舞蹈老师林群泽特别为台东学童所编排的洗手黑黑舞，希望透过简单的舞蹈动作加深学童对自我卫生管理的防疫观念。就看最近大家都在这个肺炎很严重嘛，然后就想说常看到那些教怎么大家洗手的那些动作，我就看那些手势，那就想说，就把它融合到舞蹈里面好了，让大家可以比较记得住这个洗手的动作的。几个知道就这样说吗？说，我们先练手势，然后冲水呢，这样冲水。把洗手的五个步骤湿搓冲捧擦照顺序边动作，再加上阿美族轻快旋律，孩子们都觉得好有趣又新鲜，就可以让大家跟你了解那个口诀，然后比较好记住。学校教的是做动作而已啊，老师教的是还有做舞蹈跳舞，比较有趣。这个五个洗手的步骤，然后结合舞蹈，然后就一直让它重复跳，这样放歌让你很容易记得住，很容易上手。结合防疫时事，让孩子透过舞蹈学会自我卫生管理。而林群泽也表示，目前卫福部提倡的防疫正确洗手步骤，内外夹攻大力丸七字诀，未来会再为防疫洗手七字诀编舞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原视新闻台东太麻里采访报道。